收看妮妮 BB， 今天要来入住的是澳门 JW 万豪酒店。酒店在2015年开幕，位于银河度假城，也是亚洲区最大的万豪酒店。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大厅的水晶吊灯，旁边就是 check in 柜台。到一张酒店设施的介绍，最特别的地方是水乐园，隔天还可以去玩哟。我们今天住的房间是在25楼。这边有那个沙发椅，可以坐着看电视。它的电视墙面很大，电视里面有那个酒店的介绍。大堂酒廊这边有些吃的，其他酒吧是那个游泳池，那边有酒吧。然后一楼的话是有餐厅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些电视，电影好像没有电视，然后上单天气预报之类，电视频道就还蛮多的，有体育啊、新闻啊。然后本地娱乐跟电台，它这个电视墙也是从床上躺着可以看到电视，然后这里都有大光，漂亮。这是它的书桌区，书桌区也蛮大的，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椅子，加加。我觉得这间酒店的那个室内还蛮明亮的，它有很多灯都可以打开，但如果你要关掉的话，可以按总开关就可以全部把它关掉。那全部把它关掉之后，从窗户外面看夜景很漂亮。这一张呢是酒店的设施的介绍。这边包含说在几层楼有什么设施，然后什么时候开放都有写在上面。然后它这里也有桑拿，还有儿童乐园跟一些水疗的，然后酒吧和行政酒廊。
然后这个是它的早餐、午餐、晚餐的餐厅。这边的话是它的充电的地方，这边充电口，然后也是有 USB 的。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一个，他们的便条纸，呀呀，里面还有一些纸，可以写回馈信给他。这里不知道有什么，应该是没有东西的。对，然后这边是窗帘，按下去就可以控制开关。这夜帘如果关上去的话，大概就是看不到外面，然后外面看不进来。但是日帘就是薄薄的一层白色的这样子。这个是它夜景。首先呢，现在是把灯关掉，全部关掉的样子。那可以看到那栋建筑物，还有这边的，这些都是银河酒店的，他们里面的酒店。那就是有很多家酒店，然后都是在 Galaxy 这个里面。然后外面会有轻轨，然后这一栋呢，就是旁边会有荧幕，这边有一圈荧幕，就是会一直变换的。它还有变成水纹啊，有时候会变成金属纹路，就很酷。我每晚会录一个缩时，然后下面是他们的游泳池，就是今天去玩的这个天浪涛园的游泳池，那边都打蓝色的光，真的很漂亮。其实没有关灯的时候是看不清楚的，然后但是关的时候，这个蓝色就超明显的。旁边的是月榕的那个 villa， 最后呢，你看到床的部分，今天订的是一大床的房型，旁边都是有那个小灯可以打开。这边也有插座跟控制灯源的地方，总开关，然后一些灯，是那个蓝牙音响，有比来躺床了。它的棉被还有一个纹路哎，很酷哎，一个圆圆的纹路。比例尺，它存躺起来有一种很厚实的感觉，而且它感觉好像不止一层哎，就是下面有个垫子，然后在下面还有很厚的一个床垫。枕头是刚刚好，就是比较偏软一点，就是因为你看它已经扁掉了，所以就是比较偏软一点，但是它没有到很厚，我觉得这枕头是比较薄的枕头，但是它有两个枕头，很舒服的床哟。另外一边也是有分跟这个控制灯源，然后这是他们的电话，这里还有便条纸哎，好贴心哦。它的这个灯我觉得做得很好看。特别设计的灯，然后床旁边就是沙发区，这沙发区可以躺着，很舒服，而且它是一个转角的感觉。然后这里有一小桌子，就是蛮大的沙发区，很舒服，可以坐在这里看电视。OK， 然后呢，最后来看到一下它的厕所，它厕所旁边是一面全身镜，没想到它这里竟然还可以拉出来，我刚刚已经有拉一点点出来。它竟然还可以拉出来关起来，就是觉得这样空间比较有意思，真的非常的金光闪闪，很大一片的全身镜，然后这边就是厕所的地方。把玻璃变得雾掉，这样外面就看不进来了。看一下是什么，这有一个洞哦。看一下是，可能是那个沐浴盐吧。对，沐浴盐。我手上的脏是今天去游泳的时候改的。哎，这个金色真的是很好看呢。啊，这是可以拉出来，就是可以晾衣服，可以挂衣服。然后这边是浴缸，香皂，它自己很巨大。那边是可以一个小电视，可以看到那个电视的画面。然后旁边还有一
们的润肤乳，我刚以为是洗手乳，结果挤下去是乳液。这边是洗手台的部分，然后他厕所还有送两瓶水跟两个香皂。哎呀，备品。这是个遥控器的，这个小电视的遥控器，可以试着打开一下。就是可以看到跟电视一样的画面。刚才把备品拆开了，大概是这样，是有附一个棉花，吹风机是粘在上面的，我下面还有体重机。厕所里面有一幅艺术画。免治马桶吗？酷，还蛮酷的耶。漏打光，上面有一部都会金金的感觉。这边是小小的一个置物区，然后那边也是可以置物。这边的话是它的那个洗发水、护发素跟沐浴乳都是这个牌子的。这是衣柜，可以拉开，有两件这个万豪的浴袍。我今天去游泳的时候，我看到人家穿这个浴袍，是可以穿去游泳池里面蛮，不是里面，就是可以穿去游泳池，还蛮方便的。那它附的衣架有非常多，里面的话是熨斗跟可以烫衣服的。这拖鞋的材质软软的，很舒服。啊，另外一面也是可以打开的，双面的衣柜。就是厕所的空间非常。